加入芒果 TV 会员，每周二中午12点，抢先看正片，尊享休学日记、PD Vlog 等精彩衍生。来，咱们出发。丹姐，刚才你没发现你在讲生孩子，他脸在故意躲避着镜头，你问的他只是不说。啥呀？他就这样，全程这样，就感觉拳头都快怼眼睛里了，就这样。不说而已，一个是胃消化有点累。又在说。主要二胎他没赶上，他就觉得还是多好一点。一胎是陪我一起生的，一胎的时候比较遭罪，二胎虽然听说会很可怕，但其实二胎其实挺顺利的。二胎是心理上的恐惧比较大，一胎那是肉体上的恐惧。我第一胎的时候还是我，因为我宫缩太弱了，等要发力的时候发不起来，那个力特别小，然后他就医生在纠结，如果这么一直那么弱，孩子是没有力量出来的，然后只能转剖。然后后来我是跟他说，因为我之前是运动员，我常年运动健身，虽然说麻掉了，但是我知道会用蛮力，我说我能用力，你就给我试。然后是我们俩就这么就硬来，反正他数了五六次的样子，真的叫倒数，整个医院就想到他的倒数声，我妈在门口远远的都能听到，字正腔圆的声音在那数十九。我还嫌他快慢，因为你一口气要憋十秒嘛，他一开始喊太慢了，我一口气憋不到那么久啊，我说你喊快点，结果下一次又喊太快了，就还没用上力呢。太难了，做爸爸太难了。我们下一站是敦煌雅丹魔鬼城，我想对大家进行提问的是，你认为另一半最天使和最魔鬼的时刻是什么时候呢？来，这回一维哥先说。说啥？魔鬼天使？我什么时候魔鬼？我什么时候天使？都差不多，既不魔鬼也不天使。周先生还是个蛮温润的人，我们家的优点就是他情绪很稳定，所以还真的很少有魔鬼。我魔鬼的时候，我急的时候算吗？也没有到魔鬼的程度，他乖乖听话的时候蛮天使的。那嫂子呢？他也没有多天使，但是魔鬼也谈不上。哎呀，这问题，他没有魔鬼，他一直都是天使，在家里我是魔鬼。行，为什么呢？因为只有天使才能把魔鬼降服住。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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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就没调动起来。对对对，意识还没醒。他工作的时候吧，就是还挺魔鬼的，就是很严肃，然后又很，就是谁要是不认同他的观点，他就要跟人家 battle 了，还不是在家里那种 battle， 那可是个认你一个很认真的 battle， 就这种。很天使的时刻就是他不跟我 battle 的时候，我就觉得他挺天使的。因为我觉得你在工作的时候是不是完全不是这样一个人？轻松的时候跟现在没啥区别，但是如果是上谈判桌或者是分布任务的时候，就是换了个人。而且特别可能是工作不是很顺利，他需要去解决一个问题的时候，他就会突然变得就是很可怕，就那种，就连我儿子都说爸爸生气的时候好好恐怖啊。我儿子看到我就还好，也没有很吓人。有的时候我凶他说他，然后他就是不理我，但他只要一喊他，他就立刻气场，血脉压制。血脉压制。
能够召唤那个霸气出来。对啊，轻松就跟现在没什么区别了。我也是一个经常在工作环境希望那个让大家开心笑。大部分的时候你还是蛮轻松的。对。啊，那孟瑶姐呢？孟瑶姐对你最天使的时候是跟小孩在一起的时候。啊，她的那个温柔妈妈的那一面就会出来，然后特别有爱。真的吗？就你声音也会变啊，然后你会变得非常卡通。对，小孩跳舞，跟小孩跳舞啊，这种就会觉得很天使。他最魔鬼的就是他累了、饿了、冷了，我是个就会哭他的那种，就是，然后他是，你不要跟我说话，你不要碰我。对，我现在很累，你不要烦我，就是这样。对，然后我就会。你们两个呢？他最魔鬼的时候，他喜欢吹我鼻子。什么东西？吹鼻子？对，吹我的鼻孔。啊。那他这么高，他还要把你举起来。不是，是。他用很长的一口气吹我的鼻子。牛，你是真魔鬼呀、啊！你真魔人呐、啊，你大魔头啊你！那天使呢？天使就他比较贴心，像今天早上我脚有点磨破了，因为新鞋子嘛就破，他就去把纸拿过来了，在我穿鞋子的时候，他说这个东西铺好了，就是纸铺在里面，你就不会磨破。反正那种细心体贴，他每天都有。天使打败了魔鬼。但是这个魔鬼挺磨人。我现在很好奇金沙天使的样子。天使的时刻，比如我紧张说不出来话，我就看向他，然后他牵着我的手就加油加油，支持你，鼓励你，好吗？收。我们接下来就可以期待之后的自驾游。那我们上车了，出发，走。我们下一站是敦煌雅丹魔鬼城，它是中国最美的三大雅丹之一。沙漠果然是不一样，一个神奇的地方。好漂亮，这里好好看，造型感很强。是的，这边要跟大家介绍这个狮身人面像，是雅丹地貌发育壮年期的产物。我真的蛮像的。哪里？这个孔雀玉立过了没有啊？不知道，这算吗？这个像吗？是吗？不知道。这里的景点叫做孔雀玉立，分布在景区的西北部。姐，那个孔雀玉立过了。哦，说晚了，补一个。那补一个。没事，你刚才说完，我就在眼前看见了一群孔雀。我们已经到达西海舰队，好，大家可以下来吹风啦。吹风了。太好看了，这。哦、太漂亮了，这！哇哦，哇哦，好漂亮！哇，真壮观呀！西海舰队，好美呀！好多呀！好多呀！我要飞起来了，我是一个风筝，老公。不是，你们这样子。
我们站一排吧，感受风。来来来，哇，吹风吹风。一长排，行。哇。很难得能那么明显的感觉到风。这会儿阳光好温暖啊，还挺舒服。好舒服。转一下，来，风车发电在这儿。人工风车被带偏了。想你的风从雅丹吹起。哇，感觉真好，真好，这也太美了。咱们来一个那个打卡西海舰队，来来来，一、二、三。出片了，出片了，巨美。走，出发，上车吧。距离太阳下山还有半个小时，我们出发吧。哇，漂亮，你就完全感觉跟另外一个宇宙空间一样，好不真实啊。前方就是最美日落观看步道，大家的终点已经到达，收拾包袱下车吧。好漂亮啊，组长。哎，那边有任务说、哎、好好，任务卡。哎呦，这么多呢。大家好，婚姻资本就是感情的储蓄罐，积极的互动可以增加婚姻资本，消极的互动则会消耗婚姻资本。在过去三天里，你有没有感受到能增加婚姻资本的小确幸呢？请在日落之前跟伴侣去寻找一个专属于你们的小天地，一起细数这三天里小确幸时刻，并把宝石放置在你们爱情储蓄罐中。好，分吧，先多拿点，够不够，先生？你抓了这么点儿？四分之一我。够了，够了我。好，够了，够了。其实不需要四分之一，因为你待会要这么多，你要讲三十个事情。对。是呀。拿多少个奖多？好了啦，好了啦，他们没有了啦。哥，你别讲不完哦。没，想讲完还不容易吗？抓。还抓啊？你讲呀，好不好？够吗？你来。好了。我再来一把啊。五宝石，六宝石，够了，走吧。天外来客，薛之谦是来过这地儿吧？薛之谦，让我们分开行动的，就这么走吧，挺愉快的。咱俩去找一个那个小山堆爬上去吧。那找一个隐秘的地方。哎呀，现在背着太阳往那边看会更好看。那我们俩扔石头吧。行。好，我的第一颗。我说给我拍照片，你说不要，然后你一手就把相机接过去了。我喜欢你这样的口是心非，嘴巴很硬，身体很诚实。你能不能用我的相机给我拍？我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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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不要，我不会玩。
顺着你说了啊。好久没开车了，那天开车的时候很嗨。你有没有跑题哦？没有啊，因为你做了一件这样的事情，你很开心，所以我很开心。小确幸啊，小小的确定的幸福。对，那就没跑题啊。我第一天开车冲那个水坑的时候，你给我放音乐，哇，让我觉得我就像在拍一个大片儿一样。我们不会要趟过去吧？是的。哦哦哦，爸爸，哇，这么帅的，我的天哪！你说在节目里绝对不亲亲的，可是你都现在快亲了有三次了。所以这么干完了之后你很开心，挺好的，你高兴了我也就觉得挺好。我们选了最糟糕的四号房，但是在我心里这是最完美的选择，因为你把一切弄得非常的舒服，你总有那种化一点点小腐朽然后变成大神奇的能力。首先我没有觉得四号房糟糕，我觉得四号房很理想。嗯，其实我觉得很确信的，其实不是说什么四号房我能不能化腐朽为神奇不重要，重点是我特别喜欢你能够看见事物本质的那样的一个状态。你没有说跟别人比较说好呀坏呀这外那的，你没有这种爱好，这是我觉得很好的地方。不管什么时候坚定自己的认知很重要。继续啊，还有呢。对啊，这我能说一天。来，小确幸。有时候我提建议的时候其实不太自信，但是你总是有方法能够让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主意。虽然经常提建议的时候在我看来不靠谱，但是敢说呀，敢说就有可能能够达到一个好的结果。这也算是你是我的人生导师吗？每次这种吐槽的时候就修正了刚才，把那种心里的内心的不爽感一下拉平了，这事儿就过去了，这也是本事。事后知道事实，该沉默的时候沉默，让这件事情能够很好的滑过去。之后的这个笑容，让这一切能有一个很漂亮的收尾。我们每次都是这样的节奏吗？差不多。对于此一刻你的品质，我感受到了一丝小确幸。我不知道你们懂不懂，我也很不想用语言把东西给描述出来，免得他生气。这下去石头真的不够用。我跟你说的石头不够啊。我只是懒得把那一筐子全拿出来而已。嗯，快要到好看的时候了。敦煌的旅程快要结束了，但我们此时此刻坐在这里依然觉得非常美好，而且我很开心你到目前为止也是觉得美好的。至少三天，看来这小世界还能凑合运转上，很好的在运转。嗨，多久啊？休息一会儿啊。我觉得咱们俩吧，从来都没有计算过生活当中小确幸。小确幸，嗯哼，我们用这个刚才这个鹅卵石，对，记录一下出来玩这两天有多少。
啊。我觉得都抓不完。除了愿意以外，这个我已经就是习惯。对，这是我的习惯，这不是我要去为了迎合他或者让他开心去做的一件事。这个东西已经变成了，如果我要是不做这个事儿的话，我会不习惯。对我来说的小确幸就是。上大学见到你的时候，那你要从上大学呢，那就是这一片了。那我就从今天早上还给我剥了个鸡蛋，这就是我的小确幸。我没给你剥。你给我剥的。哦，那我自己剥的，然后紧接着你没吃了，你给我剩下。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就是小确幸。嗯，你还给我剩了四根玉米，这就是我的小确幸。那我再帮你。嗯，然后我说什么你都会开心，这就是我的小确幸。你看我的时候眼睛都在笑，眼神里都有光，这就是我的小确幸。我发现我老婆是可以很轻松很自然很自在很勇敢的跟第一次相见的人能很快的交流起来，这是她进步或者说变化或者说之前没有过的。对，我有点紧张哎。别紧张媳妇儿，我不知道要怎么跟人家沟通。刚开始的时候他有尴尬有不自在或者不放松，但他也在克服自己的那个尴尬，我觉得他表现得特别好特别棒。而且超出了我理解或者我想象的那个他。这就是我来这节目最开心的事儿，因为你说过在这个阶段这个年龄，然后我们结完婚生完孩子，这么长时间里都没有一次这样的旅行，这是个很幸运的事儿。对，很多人觉得我是什么搞笑男呐、显眼包啊，还是类似于这种，我只是觉得我能给人带来快乐，能让人开心，是个挺幸福的事儿吧。所以你一直觉得自己和帅没什么关系是吗？对，从没觉得自己帅过。有，今天我们在那个阳关那儿，然后我说老公给你拍，哇，老帅了呢。还得是我媳妇儿啊。那审美这种东西是非常个人的，我觉得帅就行了呀。所以说嘛，我所有的自信都来自于我老婆。那么多人说有意思能逗人开心搞笑，我也觉得我是这样，从没觉得自己帅的，但是在他心里我是帅的，他就能给我这样的力量和自信。我老婆真的给了我很多正能量。三天有什么呢？
印象最深刻，你帮我挡挡歌。弟弟潇潇，王东华，你又不是歌手，什么？三天没睡过。昨天我们头倒在沙子里，感觉很神奇，一瞬间很温馨。其实放灯仪式有一瞬间我觉得挺好，就是听到对面放我的歌，身边坐着你，然后远方呢又是曾经的事业的爱的歌，对我来说这瞬间特别珍贵。在这里说小确幸算一个小确幸吗？算的算的。老公，这几天开心吗？开心啊。其实我跟你这几天能够单独开车 road trip， 我觉得很快乐。应该我们俩第一次就只有我们两个了。跟你打开了一个新的地图，以后你看到这个地方，你会想到我。何止这个地方，我以后看到沙漠，我也会想到你。眼睛进沙都想到我。住了这个敦煌很典型的民宿，好棒哦！第一次跟你摘葡萄、摘梨、摘苹果，很开心。够了够了，第一次是两个人一起穿古装啊。好的，秋香。昨天跟你看日落。然后你还给我唱 Only you Only you， 所以我觉得很感动。哦，我们又来到了一个坡。真的，我们昨天也坐一个坡。喂，沙流好好玩啊，这个整大一点，整大一点，好开心，我们一起玩了沙子。这里是世界美景之一哦，最美日落之一。